时间是中午12点，东京丸之内这个办公大楼林立的商圈出现了许多行色匆匆的上班族，究竟他们急着赶往哪里去呢？跟着人群一路走到了东京国际展览馆前的广场，一排人正等在各式各样彩色的箱型车前，原来这是专门贩卖午餐的餐车摊贩，许多上班族每天中午都在这里解决他们的午餐问题。It tastes good? Yes. Yeah? What do you like about the food and the place here? About? 毎日違う屋台が来ているので、いろいろ飽きずに選べます。这里的午餐都是现点现做，口味多变，像是炖煮番茄鸡肉和蛋包饭这类的料理就非常的受到欢迎。Mm. Very good. Yeah. 美味しい。价钱便宜，口味当然也不差，难怪是附近上班族吃午餐时的最佳选择。还有一些服务是日本的上班族会利用午休时间去做的，像是这间位在地铁车站地下街的美容沙龙店，就推出了各种午休时间的服务。What type of people are coming to this shop? と OL の方が多いですね。So what kind of courses that is most popular during the lunch time?ブルーとかネイルとか、あとお直しメイクとかが多いですね。十分钟就能帮女性朋友画好一个完美的妆，晚上下了班就能直接去夜店或 pub 玩，这么贴心的服务真让人羡慕日本 OL 的际遇。另外，最近在东京的上班族之间也悄悄地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午休活动。ランチとか。あ、でも会社のそばだと。弁当とか。外食したり。外食。一人暮らしなんですか。许多素昧平生的单身男女约在办公大楼附近的隐秘餐厅，进行一场让人怦然心动的午餐联谊。在日本，经常有下了班联谊的活动，但是午餐联谊还是最近才兴起的风潮。効率よくて。お金も夜より安いし、まあ、ずるずる長引か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ありますよね。よくも悪くも。いや、楽しいですね。やっぱりね、そう、この短い時間の間に、ちょっとした出会いがあるっていうのも楽しいし。还有人利用午休时间做一种会让人大开眼界的活动。东京著名的日比谷公园，一到中午就会看见许多中年男子上班族穿着汗衫或是打着赤膊在这里练体操。没错，您看到的这些欧吉桑就是日比谷俱乐部的成员，他们都是在这附近工作的上班族，平常会利用午休时间到公园里锻炼身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How many years? もう10年超えましたかね、私の場合はね。有人一练就练了10年，这如果没有决心毅力，可是很难做到的。時間つぶしと気分転換。练完体操，用剩余的时间吃自己带来的爱妻便当，然后再回公司上班。日本人有效利用时间的精神，还真是让人佩服。